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公共卫生学院专职辅导员白鸽。2020年初，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大江南北，无数白衣战士奋战在治病救人和疫情防控的一线，其中很多是公共卫生学院的校友。今天我想为大家分享公卫战役者的故事。第一位分享的校友叫任红，是上海市疾控第一批驰援武汉的工作组组长。大年初一，他和两位同事紧急出发到武汉支援一线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。流行病学调查的目的是找到疾病的传播链，不仅需要调查患者，还需要实地考察医院、社区和流行病传播的现场，还原疾病传播的过程。截至我们联系上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和同伴在前线奋战了21天，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。上海电视台拍摄了一个短纪录片叫《猎毒者》，出现在片中的上海流调队员郑雅旭、毛胜华、龚肖欢、孔德川等都是我院校友。他们的左臂上带着一个神圣的肩章，上面书写着中国卫生传染病控制几个大字。他们要做的就是在病毒发生第二代传播之前，找到所有的密切接触者，阻断病毒的传播，也阻止病毒指数性的扩散。每出现一起新发病例，除非找到所有密接者，否则他们不敢睡觉，甚至不敢吃饭，因为他们在和病毒抢时间。还有重庆市疾控的素坤校友，他在除夕夜收到县疾控的突发疫情报告，紧急带队前往县城处置。春节假期的头两天，他都在走访排摸寻找线索，最终发现了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和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病毒的证据，这对早期全国疫情防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，得到了中疾控和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肯定。除了流行病学调查，还有许多校友在检疫战线上担当守门人，阻止病毒的向内输入和向外传播。张树校友是上海浦东机场海关旅客检疫处的副处长，他和他的团队成员们面对疫情始终坚守在国门一线。疫情爆发以后，临时新增的检疫要求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工作量，穿着防护服连续4-5个小时无法进食饮水，也给他们的体力和心理带来很大挑战。除夕当天，浦东机场迎来一个武汉出境并返回的旅行团，其中有一位症状疑似的旅客，张树校友顶替已连续工作14个小时的检疫医师披挂上阵，进入负压隔离室排查处置。他判断该旅客为患者的可能性极高，果断转诊。随后该旅客被诊断为上海口岸首例输入性病例，守门人张树成功地阻断了这起病例继续传播病毒的可能。还有在杭州海关工作的袁丽校友和在天津新港工作的赵乐校友，袁丽校友和同事在除夕之夜对新航 TR-188 航班116名武汉旅客进行逐一排查，身着防护服询问旅行史，填写流调表，采集咽拭子，5个小时的连续工作排查，并最终确诊2位新冠肺炎患者。赵乐校友大年初二被紧急抽调到天津机场旅行检查现场支援，他和妻子双双奋战在卫生防疫一线，24小时值班待命。疫情传播的阻断，单靠公共卫生工作人员是远远不够的，需要全社会力量共同联防联控。从公安民警的交通排查，到居民社区的进出排查，从医院对患者的救治，到所有民众的自我防护，在疫情防控期间，每一件事情应该怎么做都要被重新定义。大批公卫校友奋战在防疫指导和防疫监督的工作岗位上。万里涛校友在上海市卫生监督所工作，作为上海市第二督导组的领队，他负责督导宝山区和杨浦区定点医院的发热门诊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集中隔离点的综合防控措施以及社区消毒工作。如果发热门诊不规范，就会变成交叉感染源；如果集中隔离点不规范，就会变成新的爆发源；如果综合防控不到位，就会给病毒传播留下更多漏洞。从大年初一到2月18日，万里涛校友完成了15轮的督导。他说，大家就像是一盘棋，每个部门相互配合，一起朝着联防联控的目标全力以赴。陈翔校友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管理科的医生，随中山医疗队前往武汉同济医院支援一线。如果说医生救治患者的过程是在蹦极，他就是医生背后的保护绳。与万里涛校友不同，陈翔校友负责的是控制院内感染的规范落实，从医生防护服的检查、污染区与洁净区的严格分割，到医生生活区的管理消毒，陈翔的任务是把所有人平安带回来。限于时间和篇幅，我无法分享每个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上的校友故事，但是这些已经足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责任、勇气和担当，足以让我们体会到他们的忠诚、执着和坚守。曾经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素坤校友，曾多次获得奖助学金和公费学习机会。他说，人不能忘本，唯有忠于党、为人民，方能报答。袁丽校友说，穿上这身制服就是国家的人。李兰校友说，
职责所在，舍我其谁。左卫姚校友说，我为我的专业而自豪。王良友校友说，我们要扛起这份责任。赵乐校友说，你们的安全由我们来守护。龚肖欢校友说，希望我们的负重前行换来大家的岁月静好。同学们，学长学姐们正在前线奋战，守卫着每个城市，守卫着我们的家园。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，只有一个一个平凡的坚守者，在关键的时刻选择了勇敢，在需要的时候选择了担当。没有一丝一毫的浪漫，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。当无数平凡者的坚守汇聚成汪洋大海，当无数平凡者的担当汇聚成熊熊火焰，当无数平凡者的勇敢汇聚成万道光芒，就铸成了一座英雄的城市，一个顽强的民族，一个伟大的国家。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